哎，我还在预判他闪现，那这中单不会玩，因为中单不会玩，不用闪。那我怕什么？就不吃线的呗。我操！不是啊，我是 Tuki 啊 ，I'm Tuki， I'm AD Carry， 有了 AD Carry， 我咋弄啥嘞 ？I'm AD Carry 啊！哎呦，这兄弟没有推线的想法。魔妖，哎呦，他终于给我人头了。我操，这中路一血还被单杀，操，这样子就都赢不了，要不点了。我操！不是 K 的两个啦。大胆！
哎，老子在前面射，你在他妈旁边看也看一下呀。他俩应该要死人了，啊，一个没死啊，好吧。Go home。上路又被干掉了。我的发，你在看你的那个那么好看吗？那个，我的那个，真的给你看。中路三个人头都被虐着打，我真的是哦，西边嘞，一个啰嗦，那你打他。装什么啊？到底装什么、啊？我射你啊！我中路菜，你以为我菜啊？好帅的连招！少杀了一个，但是我只能杀 AD 或者辅助中选一个。擦皮皮，操！痛，痛并快乐着。哇，这个人一个大招把满血的兵清完了，可以这样子的。我操，我都不知道这英雄这么厉害啊！一个大招可以把兵线清完。Slaky, Slaky。我操，兄弟，你这是什么？拆塔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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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装什么？你把我砍死！我操，真把我砍死了！哇，老子的大招 CD 没了。我操，兄弟啊，你在勾哪儿呢？
S 丢丢丢丢丢，So what? 啊、哎，不是啊！啊，如果我是往前 A 的话，那个上单还有那个谁都可能要死。上单和那个小火龙这两个人可能我都可以 A 死，但我在原地 A 没把控好距离。小老弟在哪里？我在这里等着你。兄弟们打大龙啊，这里面有蓝眼吗？没蓝眼啊，对面怎么这么狂啊？一个射不死啊！我怎么感觉这盘不好说啊，兄弟们？我操了，真的！不是你往哪儿勾呢？飞龙。哎，我们要推上，兄弟，你别按 B， 别按 B 啊，好不好？我操啊！别推塔，推塔 ，please and love。完了。我操，兄弟，绝对！这局游戏有第二个人在玩游戏，直接喷我，随便喷。派克在玩，有第三个人在玩游戏，直接喷我，绝对没第三个啊！这是在干嘛？高！哎，我俩对呢！Go where？
All right. 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90秒才一个大招，很久啊！没点那个大招 CD， 讨厌的呀！兄弟别带了，兄弟蒙没了，完了还在带线，我的发可接特没262刀，兄弟你补444刀也没用，破壳破壳破壳，完了，哇 crazy， 啊一股 CK skill。啊！哇，距离不够，我操！少 A 不到那一下。啊，大比！哎呦，这也打不死啊！我操，没双招了咋办呢？中单又去带线了，虽然这个英雄好像是需要带线，但是他的带线好像没有性价比啊。真的是太 crazy 了，我的发！别吵了，点了吧，别扣字了。除了这个暴女，没有第二个想赢的。这暴女是想赢的。辛德拉一会儿还有闪，哎，哎，我真的是服了。你们知道我们这个上单是几杠几吗？他3-0完成3-11。是不是要早一波了？真的是不加的，还是九十，大招拿来打破吧。我们现在打团不好打了，打团很难打。我操！有挂！不是你们回一个呀！我是怕你们三个打不过他。我真谢谢你了，加门牙没了。我真是谢谢你了，我真谢谢你们了，谢谢谢谢。回。
不是，我不去救他们肯定死了呀，我去救了我也没想到我也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守不住啊。这阿克上不知道上去弄什么，你们知道吧？没有必要啊。啊，我来了。他又不是能打死那个蓝枪的，我都没有上去打别人，他上去打是更不可能打死。